欢迎收看《非你莫属》，我是大。本期《非你莫属》为您带来我们的直言不讳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调解团成员。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倾诉人。小龚，22岁，某沉浸式体验馆职员。沉浸式体验馆职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龚，今年22岁。今天我是和我的大学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，我们有着将近快4年的友谊吧。但是我感觉自从毕业以后一起决定北漂以来，在这一份工作当中，感觉有很多事情导致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尴尬。今天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，还是说是他的问题，还是说我们两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工作。好，欢迎小龚，来，请到台下就坐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第二位倾诉人，他的同学兼同事小鹿。小鹿，21岁，某沉浸式体验馆督导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，然后我是小龚的同学兼现在的同事，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同事关系呢，所以对我们的友谊产生了一些影响，在这里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是就是我太守规矩了，还是他真的有错误。好，欢迎小鹿，来，我们请到台下就坐。对，肯定是他有错误。首先想问小龚的领导啊，小鹿，什么叫沉浸式体验馆？现在年轻人比较爱玩的一种，像密室的那种。然后大家买票进来就是体验跟，比如说跟我们进行互动。对，就是让不同的顾客进来体验不同的人生，就是让他们沉浸下来体验一段不一样的感觉的。不同的人进来体验不同的人生，卖票给他们。对，就是古风的那种。你们几位来给我们交钱，我们这就是沉浸式体验。我们非你莫属这个。这个直言不讳就是沉浸式体验馆，你们各位来这儿坐着调解，然后体验不同的人生和职场矛盾，赶紧一会儿啊给我们交钱啊。我突然发现我们这可以卖票，我们这也是沉浸式体验。对。